能不能行得通呢？你妈妈现在正在跟我闹别扭呢，啊，就按她的意思办吧，行吗？好，挂了啊。到底想让我想明白什么呀？这不想明白也得想明白了呀。处处为了咱们这个家着想，为了我着想，你甚至都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啊！哎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年要买一个羽绒服，老冯，刚才那件羽绒服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呢？要不然咱买了吧？太贵了。贵是贵了点儿，不过咱又不是买不起。我这不还有一件羽绒服呢吗？先穿着。这个东西啊，买多了没机会穿，夏天还没地方放。你真不想要啊？我是想攒钱给你买个手机。你手机我其实用也没什么大用，你弄点个小玩意儿就几千块钱，再说手机费也太贵了。该买还得买，有手机还是方便。我已经攒了一点钱了，下个月发工资加一块儿就能给你买个手机了。冯，你对我真好啊，你是处处为我着想啊，处处为咱们这个家着想啊。小时候啊，我妈妈就跟我说了，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操心的命，可她没想到啊，我娶到了一个替我操心的媳妇儿啊，把心都快操碎了。可是我呢，我就是一个合法而不合格的丈夫啊！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我一定加倍的疼你，你想怎么样咱们就怎么样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以后一定加倍的疼你，这样还不行啊？这车轱辘话来来回回的这么哄我，以前好使，这回不好使。好，那咱们就不办一个婚礼。真的？真的，这可是大事儿，你想清楚再说啊。我想清楚了，只要能弥补你，我怎么都行。不是，你是又哄我开心啊你？你别光说不练啊。你不相信我？我这就通知人。不是，你通知谁呀？儿子，哎，你爸你妈要结婚了，哎，没跟你开玩笑啊。你那个订婚仪式往后挪一挪。先把我跟你妈的婚礼办了，啊！对了啊，你回来给你爸当伴郎，让你媳妇儿给你妈当伴娘，就这么定了。怎么样，看了吧？